个自主的啊，老不好洗了，就是这种不均匀分布那个泥的，来吧。它把精华已经浇下去。对，因为它不是那么厚，其实你越厚的车越好洗。完，有些人告诉我说，姐呀，你说我那个这小油箱洗洗，这现在车都埋汰，不好洗啊，厚啊，我得那个扫碎水，去不用扫碎水啊。那个昨天有一个人，这是哪儿的？他家是一桶对四桶水，就一大桶对四桶啊。其实你要洗干净，你就在那个配比范围之内，你对那些水就都能洗干净。你要是洗不干净，就是不对水，加啥都洗不干净啊。他这个东西吧，95%往上他都能洗干净，因为他那个。啊，它有些车确实是已经自助了，或者是，或者用手搓都搓不动了，但是是极少数的啊。就只要是定期去洗车厂洗车的那些车，不管多脏，越埋的就越好洗。你们都没品透，你先把那个车用那个高，先把泥用刮。